Gary. Xiangji. Alright, I'm Kam Sia, I'm Zhong Li, Ganan Hotel, Big of Gogi, Nanga Jangjang got called it. Kam Sia, Kam Sia. Like Ginawa Gangdiri Ku, huh? Long Tang Gwandi. I mean, what is the Yen Yi, huh? I want to work that day. What's saying, Pong? At the Noki, Niga Ki Gong, in what's the Pimpu Zu, Gobin De Ku, and Maka Dao Zu. At this. 先是清朝的官员所住的，因为阮咧祖先拢爱住伫水边，所以要洗物件较好洗。你若去讲我住伫水边的番，吼，安尼够记啊，吼。啊，这个生袂歹呢，吼。下骹有田，顶悬阁发米，吼，哦，袂歹啦，吼。OK。啊，大家莫袂记哦，咱85%内底基因啊，吼，迄个DNA。 是差不多85%拢是原住民的基因，平埔族的基因哈。啊，这咱的马家病的林玛丽教授哦，有研究个彻底，他的彻底，好啊那有兴趣的，可以深入研讨，又出一本册，我们留着不一样的血液哈。就是咱跟中国老母同款的血哈。啊，要安那上简单检验讲，咱是平埔族，你的手甲凹弯，才有一条顺，迄就是。 安尼咧，脚尾肿头啊，然后鼻顺咧，迄拢是哈。OK，啊，过来就是皮肤安尼小块乌乌哈，像我安尼啦，差不多红六分色安尼啦。好，迄就是啦哈。OK，嗯，好啦，啊，我要今仔要讲的，大家只要等时间有限咯，可能爱小块赶一下哈，会可能会较感性讲过啦哈。上台先咱来讲。 水甲农业的关系，吼，无水就无农业，吼，因为阳光、空气、水，就是咱生命的三大要素，吼。啊，那么农业，含咱每一个人拢足有关系，咱逐工拢甲，会使讲含农业离不开，因为咱逐工所食的粮食、物产，拢爱为农业生产出来，吼，稻米啊、水果，吼、杂粮，还是。 厉害，即卖牛拢嘛食饲料，爱嘛爱种牧草，吼，啊，种牧草就是农业吧，吼、哦、，OK， 那么农业用水啊用上济，占70%几，哈、哦。那么这个水稻，佫是早期咱台湾人的主要粮食。水稻，吼、哦，顾名思义就是讲，伊是水生植物，哦，所以幼苗是拢一直爱饮足个水，哈、哦、，OK， 那么我嘛。 想讲阳光、空气、水这三大要素，照讲要搁加一个土地。若无这土壤，无法度生产各项的物资来互咱使用哈。那么水土保持就变足重要，因为上好的土壤拢是表土，哈，尤其差不多这30公分这个表土，就是咱上精华哈。那么，即卖台湾农业因为拢做袂趁钱啊，拢。 啊！大家搁做甲讲甲足体切，做实愈做愈实。你本来做一块多大地吼，啊，都愈做拢趁无够钱通好，家己生活，啊，都爱去甲农会甲银行借钱。啊，若行袂起，啊无切一块出来卖，来现现银行，啊，就愈做愈细地，所以愈做愈实。哦，就做实。哦，啊，所以咱民政府改变这个，以后咱即种爱有好的条件，互农民做。 做地得失的得，不是做失要做得哈，爱做地啦哈，让农民会当好生活。OK。另外，真侪拢小耕，我即马政府就小耕讲，甲你补助啦，啊叫你种一寡遮非洲菊做地被景观植物，讲安尼较好看，莫安尼杂草丛生哈，啊即种美化啦，这种发中国人做个 伪山伪水伪装的啊，叫咱搞伪装的对吧？好，啊，水土保持你啊注意看，莫拉克风灾，这屏东这个南大武山这边，哈、哦，莫拉克风灾了，落雨你看，落个这一条崩塌地，这以前拢无，哈、哦，这就是。
咱台湾一年的降雨量吼，差不多2,000-2,150毫米，迄两三天2,000毫米落伫高屏地区，所以造成迄小林灭村哈。啊，另外因为水分伤过饱和，山顶遐土壤遐树的根无法度甲把持住，所以就崩塌落来哈。啊，这山林你看呐，山顶的树啊，啊，这嘛就崩塌地多少？2008年我爬山去看到哈，啊，甲翕起来，这差不多12米深，还有3-4层楼啊高哈。你看伊的树啊根有法度扎根那么深哈，啊，但你呐土壤的饱和度水量饱和度伤高，伊嘛挽袂掉，迄土会烂烂，啊重啊就滑落去哈。啊，以前日本时代，包括我要少年的时阵吼，迄个头拄啊，遐南岛山遐山拢足青翠的，因为无去开发，无去采收啊。日本人来台湾看到好的茶吼，伊诺基吼，遐快木，因有采，但是采了，因边啊拢搁种小苗。啊！迄条土，迄个树干，迄个树头，佮留底啊，所以会剥二代木。有够大个，佮扯佮剥，或者三代木。但是中国国民党来了，哦，扯愈侪，有扯无咧种，所以因迄毋是林务局，我佮号做伐木局，专门咧扯树啊，啊扯着拢袂，啊下落地啊，下因家己落地啊。啊，所以造成咱即十几年前吼，尤其。宋楚瑜做行政长，要五毛钱给一块，啊，山顶一直开产业道路，啊，平地人就去你遐租地、种地、种高山的蔬菜、水果，滥垦滥伐，啊，开路，迄土拢甲浸在下落山坎，所以落大雨，遐土石流就流出来，吼，就是安尼开始。啊，因中国人来挖遐，唔啊，干那扯旧安尼。佮把迄条土、迄个树干头、迄条树头佮挖起来，来做屏风、做地道啊，因为迄附加价值足高哦，所以因就足过来找、足过来挖的哦。啊，造成咱你看较早无咧开发山地，日本时代以前原住民哈，咱高山的朋友咧管理山林，因是有限度的取用。原住民敢若有地域领域，因无迄个领土，无迄个收款的迄个心态，因拢有分食、帮食这个好的传统，就是讲我要食偌济，我就来山林取偌济就好啊。啊，因汉人来，就是拢一直收刮了，要去卖，啊卖钱要下多少落地啊？原住民吼、哦，高山咱遮的朋友无安尼，因若掠到一只山猪。掠到一只鹿啊，家己食袂完，啊，就来分到厝边隔壁，大家做一只，或者分食，还是帮食，帮忙吃啦，吼。啊，这国民党来讲，这叫做共产主义啦，看要求无吼。家己歹的制度啊，袂晓用，人因高山族都伫山顶好些，啊，就你要甲管制啦，甲吼，像讲像咱伊，就叫因讲来去。去老阿厝，吼、哦，啊，结果因住袂下，结果去遐阿门陀的厝，拢咧饲猪。OK， 因为因唔知咱鱼遐吼，热天作热，所以因拢爱住伫，就搬伫土地嘛，吼、哦，啊，唔开凉，热天唔开凉，啊，中国人都拢甲起在顶悬，热甲要死，当要住，所以拢饲猪。所以台湾有很多猪问题，猪的问题，因为中国足地人来，吼，所以有很多猪问题。好来，这个以色列吼，这些沙漠的国家吼，欠水足严重。以色列以65%的水爱靠加利利湖，啊，剩咧35%要免啦，伊得靠海水淡化技术，所以因。发明海水淡化技术是世界上好的哈，啊，因嘛是爱农业种植来饲因家百姓，啊，水农业用水阁用上济，所以因发明省水的滴灌系统。你看这张植物要食偌济水，用电脑控制，一工滴偌济滴伊食，干那滴伊个头部俩边啊拢无拢大哦，
无水就袂发臭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丛活了足好，边啊个拢无杂草，安尼有成功无？哦，足好个吼、哦。啊，较早阮爸爸妈妈因代杀草剂也袂发明，吼、哦，拢爱去刮草，也是用锄头去锄草，足搞工个，足无效率个。啊，草啊，若热天落雨，吼、哦，你发阁足紧个。你切为只烤草，烤到月底，只伊阁发甲滚滚啊！啊，所以我迄阵读册，我靠，哦，我就不是要阮爸爸妈妈派去割草，哦，啊，我即个较无小心，即个买枕头还嘛割断去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以色列因这个水安怎？因一度水40块，一度就差不多1立方米，哈、哦。啊，咱台湾一度水都要10块，啊，所以台湾因为咱的东西向的这个水流拢足。好、哦，山顶落雨，那较早阮高平地区这个中央山脉落大雨，头爱一礼拜山顶较有水流落来，因为山顶的大乔木无撤掉，啊，所以大乔木寻着过来，中乔木、小乔木、个灌木、个地被植物，哦、啊，个迄个或者泥炭土，无，迄几啊千万年落来，迄树啊烂去，叫做泥炭土，迄敢若像海绵安尼结构吼。落的水拢又输掉了，所以爱落一礼拜了，伊拢食饱，才开始有流出来。哦，啊流出来水拢清的哦，小可雾雾安尼尔，唔想讲即嘛落来差不多6点钟，水就落来到阮迄个屏东平原啦。啊，水拢落落，啊，哎，就是伊地表拢沙头底出啦吼，啊无迄个地表植物，因为大风啦，直接跌到这土壤。噴開，欸，弄泥巴水，啊，以前是弄有草啊，所以掉到草啊，迄个土壤袂噴起来，好、哦，所以较早水溪水拢要清清，啊，这样唔是，啊，人即马以色列发明者，伊要以价质量，所以因水足贵吼，所以拢爱用电脑控制，啊，因阁有伫个监管顶管有一个迄、那个，像迄卡片的、那個。因用刷卡买水啦，我今仔要用偌济水刷卡，哎，啊水就开了，就来啊哈。粮食与国家安全，以前蒋介石来哈，讲要反攻大陆，哦，我敢骗个错误，安尼个，讲一年准备，2年反攻，3年扫荡，5年成功，哦，即我做细汉背个，今嘛拢要作息个，敢骗个今嘛夹进啦。啊，不过要闯去反攻，啊，我去做兵做几年吼。啊，以前蒋介石来，还佫有咧讲，爱储备战备粮。咱即马毋捌听你讲战备粮吼，无啊吼。其实台湾较危险的，因为咱的粮食吼，自给率目前，敢若才32%呢，至34%吼。迄就看哪，咱若丰收就到34%，啊哪欠收就差不多剩32%，这样呢最危险的。等于咱啊，这个边啊，这罗马国家，那敢咱海洋封锁，国外商船唔敢再不住入来。诶，咱等于敢咱一定1/3的粮食自给率呢。啊，等于咱本来一天食3顿，都嘛剩爱一顿。好、哦，啊，所以咱的战备粮差不多半年那食完，啊，我话咱家己台湾人内都内乱啊，都为了抢粮食。可能的南北战争呢，还是南力战争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伊阿兰平政府即点爱把这个粮食自给率爱提高到55%以上，起码无食3顿，无嘛食2顿，吼、哦。咱美国伊个粮食自给率是114%，所以拢做个粮食吼、哦，玉米、稻米啊，甲大麦这种大量外销 ，OK。啊！台湾人做事做啊无啊多啊，只好归是我租人，佫袂去了钱，租人土地低咧，啊要租金好收，吼、哦、啊所以无要报丢啊，就租人迄高科技的公司去做太阳能发电，吼、哦、啊较袂有台电，啊这边就乌水窟啦，互人去饲泰国虾、饲南洋鲫啦，吼、哦、啊都无要报丢啊，吼、哦、无要证明只，吼、哦、啊这若发一声战争啊呾。啊！是咱用风车，啊半年也无物件好食，这拆了，敢咱敢补下落？
电话讲呢，因为我嘛无法哩哈。而且你要收收工资呢，啊，政府得个补助农民，好一分地五千块一年，啊，一家地都要五万，啊，帮你叫发草发田啊，啊，这乔木咧发足紧呢，我台湾因为热，雨水足。河南路啊，这发个啊，那发枝搁落来，怎啊，才搁咧播个吼？连咪即落变森林啊！啊，那发一声讲要搁复耕，哇！敢那看到遮树啊，大丛遐大丛，要安怎处理？你得搁请种植些怪手来挖，吼、哦！爱开介侪钱，啊，农民得咧无钱啊，你搁要叫开遐侪钱，可能得贵去卖卖啊！哦，啊，山顶咧出树啊，啊，遮咧种造林，哦，这作讽刺啊，吼、哦！山顶一直出树啊，啊平地咧造林，而且没啥物政府啊想无，哦国民党政府吼、哦，好来农业与环保，这稻啊吼，你呐，只要无除药啊，就作个病虫害，只有说惯性农法，大家除药啊除惯性啊，无除无收啦，像讲我要种有机的啦，吼、哦、啊我都拢无爱除药啊。种高丽菜，我无除药啊！啊，蝴蝶拢来我家，来我家放卵，啊，虫拢伫了我家搞食我高丽菜叶啊，食甲安尼密密麻麻。你无除，别人除，遐虫拢飞飞我家来，安尼，所以要有机有难度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里、個、哦，这三个敢那无敌铁金刚呢，夭寿拢除药拢免戴防毒面具呢，吼、哦。门口连口罩也无呢，啊，因是直接受害者。哦，啊，这台湾啊，讲唔是伫安全用量的期间咧使用，挂起有农药残留，啊，咱去买去食着，啊，咱就变间接受害者，哈、哦。啊，这就是即马大家拢咧除药，满世界咧除，啊，化学工厂啊，一直喷这化学这药剂这迄个副产物出来，哈、哦。所以咱的环境的荷尔蒙。严重啊！所以外国人足惊长迄个，迄、那个欧美的人吼，足惊迄个大公司派来台湾分公司的对吧？因讲来台湾住家空气吼，那是不可逆转的伤害吼，也肺脏吼，那火山在污染安尼，甲伤害着，等于拢足歹医的吼，所以拢足无爱。登机，从佮来归国啊，都爱紧走啊！啊，咱都无得走呢，可怜吼、哦！啊，所以你看，咱的肺病即马一直肺癌一直直线上升，吼、哦！啊，就是这环境荷尔蒙造成咱台湾人足侪奇奇怪怪的癌症，吼、哦，肿瘤，吼、哦，足侪啊！所以病医愈开愈大间，急诊室拢停停，拢无房间吼，拢无客房，所以秘书长讲不是用拜托讲，哎，找看有帮病房无？或、啊、者，咱做只蔬菜，咱逐工拢爱食，所以咱逐工拢含农业有接触着，哈、哦。啊，只咱着爱好啊拣，啥物款呢？比较较少用到农药的，哈、哦。啊，譬如讲，葱头，伊本身着特殊的气味，这虫着较歹去食，所以葱头着较少用药。哦，啊，番薯叶啊也是，番薯叶有迄冷。糖一食可能吼，会黏黏，伊也歹食，吼，较无，啊，较无除药啊，吼。啊，迄个蒜苗有无？蒜苗毛皮啊，较免除药。啊，南瓜，迄、那个南瓜有一个皮啊，顶顶，糖要食也歹食，吼。所以南瓜也较无毒，吼。啊，较毒的是啥？食白菜往那毒，只要排第一第四五名，上毒的都是。豆啊，瑞宾豆啊啦，啊是菜豆啊，迄款，因为迄一直开花一直生，啊，伊迄作够嚣张啊啦，小可着一困吼，啊着抽伊啊，啊规丛着歹呀，所以伊你怎样办了，着随对啊，但是已经有迄个种苗啊，嘛种果实啊，啊个小果啊，啊个咧开花，所以不是咧除啊，所以拢阿袂安全的期限过。这个上市哈，啊，啊，这是一个啦哈，啊，迄个托马托头排伫第六名呀，哈，啊，高丽菜顶多较无
因为嗰个才是北海。你若唔是用系统性的药啊，较无要紧。你若干呐粗砂型的吼，拢铺表面尔，啊表面的这下剥掉，较无要紧。好，好，这安尼带过了哈。你好，啊，这是海蛎啊吼，我买转来，啊，食了啊，看报纸煞甲砍的，啊，三工后较想啊，哦，海蛎啊无食，报纸掀起看到，这个已经小可烂去啊吼。啊，这感觉咧烂，你若这个咧开始咧发霉吼。你爱记得爱提单调，无伊个污染，伊只菌会走过吼，迄点咪着拢污染，规地会转烂歹。好，好啊，过来你来看，这着三工着歹啊吼。啊，这个咧，这个柑啊吼，碰柑，这个同款我迄个我报纸看嘛，差不多一礼拜后，我发现佫显着看，哎，我柑啊有只啊无歹呢，哎，我着怀疑讲啊，无你当时买歹。啊！我就一直甲观察，观察偌久，30天袂歹呢，好厉害，恐怖！因就是为这地头啊，点油啊，啊，毒家吼，所有的微生物都唔敢去食，敢那远偏着就闪嘛。安尼你看，咱来食对一款呢，三工就歹对不？啊，食迄个三工就歹啊吼，迄无下油啊，对不对？对吼，安尼恁老街若买柑仔吼，拢爱先下三工，然后歹甲开始食。好，啊农村甲都市的这个城乡差距，啊你看这样增加好，这白种起了作水的哈。我来讲，这唔是增加人起的哈，这拢是工区哈，大都市的好家人。我庄卡因为十几年前开放农地买卖，你若买两分半地，啊下两年了，你开就会当起厝啊，起农舍，啊这就因伫庄卡所起的后花园，吼、哦，因那个白，那个度假的所在，吼、哦，啊庄卡还是破旧，我都无去吧，吼、哦。好，啊咱即马来检讨讲，流亡中华民国，因的军政府。来台湾，伊用对辣椒，就甲咱台湾人压制得服服帖帖。吼，啊，咱来看嘛。第一，就是伊利用二八事件，有计划屠杀咱台湾人的精英，差不多30,000人。啊，这是蒋经国伊始终派伊的情报系统的人，炸到入来台湾，调查各地方的头人、精英、地主、生意人、有钱人。现在拢抬掉，因为这些人就是有能力抵抗的。要抵抗一个暴政的政府，第一爱有钱，第二爱有领导人才，哈、哦。啊，所以另外精英抬掉，这個、领导者无啊。过来，伊利用40,000多块，甲咱搞垮咱的金融、甲经济民生。台湾迄阵也无。你阁讲较安怎歹过战乱吼？日本时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，配给大家要有物件，然后食较少吼，食较歹呢。但是要无要死人，但是中国人来了，甲台湾的糖油米盐吼，拢倒卖，伊一直印钱，用纸甲你换实际的物件，啊，摕去上海卖，啊，一半地搭地啊，一半支援伊的国共内战。哦、所以咱的物资发生欠缺，所以物价一直飞涨。吼、哦，到尾啊呢，都要派，若要买一斗米，都要派一部地钱去买。吼、哦，所以尾啊用40,000跟他换一空。吼、哦，所有的好野人，你若有40,000，甲你40,000换一块，你都要存1,000块。啊，咱1,000块今落一两天就开了就无去啊。吼、哦，所以。伊家一挂好野人啊，创无啊！以前吼，做者大地主，吼、哦，这大地主嘛是地方的头人，原来地方发水的根党，会当发讲来抗议什么代志吼？啊，有钱通发便当哦！哎，你要叫人来抗议，嘛要发便当方只吼，就是这上起码。结果伊用375减租，啊，耕者有其田，啊，甲你变个。大家拢变小地主，吼、哦，啊，都较无力啊，无力通化人来反对国民党吼、哦。
啊，剩的抓不了的，抬不死的，继续用白色恐怖，用戒严38年哈、哦。你若讲话无下，国民党听，那又了不要怎样，给你报，啊、哦，你有可能嘛，搁厉害，来关得到哈。过、哦、来，敌性反转，身份错乱的愚民教育，伊甲咱偏讲哦，台湾。已经经过开罗宣言哈、哦，回归祖国，我们都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哈、哦。我们收复台湾哈、哦，所以我们都是战胜国哇。敌性反转，本来咱的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是跟中国人咧交战的，啊伊安尼甲咱骗，讲咱拢共国的啊，啊咱拢战胜国，啊伫迄个时代的人拢想，嗯啊我本来战败啊米丘呢，我怎么变战胜国？敢那现干嘛准变出来？大家嘛要来做战争国，拢跳过，这就是敌性反转，身份错乱，就是讲，咱本来是日本的台湾人，煞又加入讲中国的台湾人，吼，啊，这身份就错乱，你就会欠着便宜啊，吼，是安怎？85%的台湾人，大概选举拢会选出迄15%的这中国人，吼，问题就出伫遮。啊，个用假民主的选举，咱怎么看？改成哦？拢予咱选啊，在咱家己自由意志、意志内选，但是假，安那，伊第用教育家己教讲，咱拢变做中国人的事。过来，伊用买票、黑道，吼、哦，啊，佮用媒体，90%的媒体拢掌握伫中国人的手里，所以媒体事历史事件的解释权，拢伫因的手里。伊要甲你讲话就讲话，要甲你讲做白就白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个假民主选举就等于讲，咱堪咪咧走100公里，但是人伊已经伫50公尺头前遐准备起跑。啊，咱要安那100公里要弱啊，弱会着吼，这个不公平的起跑点。所以这民主选举这是假。OK， 好啦，咱来检讨讲，可能1950年哈，奉令。以40000元比1元折成新台币，奉令，这是行政命令，这不是法，无叫法，只是用行政命令。好，那么你甲看，为只原来顶看到讲，是安怎？伊要改一个币制，伊爱阁用台币，用作新台币，表示讲，伊无台湾甲澎湖的领土主权，台湾主权无伫中国中华民国的手里。因为你若要发行币制，美国有美金，英国有英镑，法国有法郎，日本有日元。啊，你中华民国你要发行新币制，你代表发行中华币还是中币？那要个你用台币，表示伊无法源，哈、哦，伊无台湾的主权，我再来看出来，哈、哦。好，啊，咱即马过来讲农业一个，哦，啊，这都。外来植物哈，这种这个韩籍加玉叔叔，我们这救台湾人来救的着，因为二次战后台湾去予美军轰炸，电厂拢歹去，啊，这一挂迄个电线的线路，啊，迄个中国人民来吼，甲咱北伯吼，加电线去偷卖，啊，煞无电，莫搭无多灯，无多抽水来灌溉，吼，啊，一挂砖膏啊，轰炸歹去。那么，足侪爱水的物件都种袂开，拄啊旱季甲旱梅啊吼，较耐啊耐旱，这是旱作的植物，所以才种开。咱家间有旱季通去食，食侪袂枵。所以我旱季我囡仔惯来食足侪吼，啊，大概5冬前，朋友送我一个迄个旱季吼，我甲种吼，哦，我煮开阁好食，啊，都我都煮。跟我爸說，爸爸我煮飯一口飯給你吃，他說，好，媽媽好，戰後吃很多了，那時候還都吃飯籽籤，那時候還沒什麼好的農業，所以飯籽都很好臭香，都很難味的，有一個臭香的飯籽的味，無論是青的去煮也好，還是拍乾飯籽籤乾去煮，都要有一個味。啊，我如果要吃白米，也很困難的，就要親戚朋友來相催，我妈妈就会把米倒伫旱季签顶管，啊，落去煮，
所以顶管拢白饭吼，足好看。啊，结果吼，拢嘛对哦，人客食，轮到阮食，伊阁白含住餐饭。啊，所以阮爸吼，我那食甲惊着。啊，但是我从我都感觉好食咧，我都我那煮啊，头乌啊，两块啊，伫个碗内底好食。伊食，哎呦，哦，啊，即嘛含住加好食。哦，啊，都过一礼拜都我那脚踏车搭咧，去甲我讨含住钱，换伊要整啊。好，来，咱来看。这个叫番石榴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个叫番茄，啊，这个叫番啊姜，啊，这个、番薯，啊，这个、番麦，啊，这个、番啊花，哎、啊，外来拢种番，哎、欸，啊，我在地我原住民呢，啊，我哪会用讲番？现在迄中国人民来，这外来，因唔敢番，哦，对不对？我这讲了有些哦，做乌做人吼。啊，阮在地讲方讲番，啊遐外来哦，因就讲高级外省人，哦，做不落个吼。啊，这物件因为是外来啦吼，啊，这是维他命 C 足多啦吼。啊，这巴拉吼，即马改良较足好只，较早台湾的土巴拉吼，细粒啊，籽个济好，个甜可口，哦。啊，无做营养巴拉味，哦，做营养巴拉芳味啦，哈 ，OK， 好，好，啊，这个这只哈，即马用今年买，吼、哦，咱过年嘛哈，准备要开始晒啊，啊，这也是甲日本买，吼、哦，啊，另外中国人呐，换中国人执政吼、哦，要求啊，啊，无恁娘，像啊，无恁娘春秋的，啊，迄讲诶，开这个月台，吼、哦，啊，这甲日本买哈。哦啊、所以咱的网友原来真趣味，原来甲好名好好好啊！这个外来吼，讲甲号做红面番鸭，哦哦，有型啦吼，好啦，啊、叫外来啊吼，好。啊，咱吼，咱常咧讲蚵仔番薯，你搞不清楚什么蚵仔番薯，咱家己嘛搞错了，安怎？因为中国老兵拢在讲老蚵啊，啊，咱就是番薯啊，啊，蚵啊吼，甲番薯啊吼生，啊，毋着蚵番薯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搞错了，怎啊来？这蚵啊是咱原产地，即讲咱这原住原来住在这里这人，咱爱讲蚵啊，因就是新番薯啊。啊，咱拢阿讲因何做老蚵啊？唔对啦，吼，这后盖爱改，吼，咱何做老蚵啊？咱阮住阮阿祖的阿祖的阿祖就住伫遮，阮足久就住伫遮，所以阮是老蚵啊。啊，恁新来，恁1949年才来，恁新住民，所以恁是新番薯啊，吼、哦，爱安尼改，吼、哦。好，啊来讲这个加包裹，啊讲加包裹人。专听无，你若甲讲树葡萄，哦，有一个即款物件，生伫树干的树葡萄。咱一正常的树葡，正常的葡萄是葡萄藤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树啊长哦，所以叫做树葡萄。好，啊，加包裹是用因的拉丁的学名合改，伊出头前拉丁的学名加波提卡巴，加波，哦，这加好多加巴，啊，加波提卡巴足歹记的，我甲音译讲加波提巴。加波迪卡吧，加波迪对吧？哈、哦，安尼较好记。好啊，每样啊，自来恁来要种哦，足大粒的。啊，这你凊彩甲种，刚年过你甲种，花开拢变大，拢变胖，哦，足好，足生精力的，哦，这足好个景观植物。哦，啊，伊开春，你看，水发出来，青青变变。伊这老朽呐，落一礼拜，吼、哦，像咧一礼拜落甲规土啊，啊，一礼拜哦，规。青叶拢出来，足少看到伊安尼荒凉徘徊的时阵，哈、哦，所以真好。好、哦、啊，这张是我开伫卡顶要准备要卖啊，哈、哦。啊，今麦有新的品种，这大粒种，我已经种六年啊，看明年应该会生啊。这树葡萄拢爱七年以上才会生。啊，这另外大粒种的这枝只大粒，啊，这目前是这啦，啊，这生个头5块至10块。
啊，这若先甲透过十块银加大粒，吼、哦，像乒乓安尼。OK， 好、哦，啊，这树葡萄开的是为头部就开始开开开开到尾溜去，哦啊，足芳的，差不多伫桂花加玉兰花的综合的迄个芳味，足好片的哈、哦。啊，我有种三百丛，拢足了，这已经伊的第二代啊，哈、哦。啊，迄三百丛吼，奇怪，因拢唔知事先有讲好吼，讲明仔载要开，啊，做一届开呢。哇，要求啊，做一届开，我刚咧困，唔拄开始，透早有闻到，哎，芳味，啊，愈来愈芳，啊，芳到尾安怎？芳到臭呢？因为浓度伤高，煞变臭的啊。迄三百丛做一届开啊，吼、哦，所以恁也唔捌有这款经验，吼、哦，我第一届闻到讲，哦，芳到臭。哦，哎、啊，伊这叫做头颈两科，伊看脸部眼科，看了别个眼科，拢叫做头颈两科，拢伊这哦，脸部嘛是为树干开花出来哈、哦。你看这是脸部花嘛，安尼，伢别个花嘛安尼，哈、哦。啊，伊这嘛烫壳，这白白就是有烫壳去啊，哈、哦。哦，这是已经烫壳的，好、哦，伢别个烫壳嘛。啊，伊这伢别个，伊这叶啊较细，但是你家这伢别个，你这叶啊较慢落来，较弱弱，你较偏。你要把它比哈，所以阵有六间电视台来搞采访，我讲人咧种葡萄生菜瓜，我种你要把它生葡萄，好、哦，来，好、哦，啊，你看这树皮也烫干哈，啊，这是树葡萄长在树干上哈，好、哦，哦，啊这乌金嘛哈，这个乌金金，啊这哈。上好食就爱灯乌，我较早第一个唔知，好灯乌就搬来食，你要把它味，哦，啊你嘛明仔哦你来，我搬来食，嗯，你太熟客味，啊过来后日换搬来讲，嗯，啊都奶汁的味呢，啊过来伊讲嗯，改成山竹的，讲山竹的人改济，哦，这料也成山竹的味，哦，啊所以无同款的口味，安尼我听有六种，哈、哦，不同成熟度搬好食，口味无同。诶、欸，啊，过来就用寒天，哦，像即阵啊，呐，顶个月开，哦，前几工办掉呀。我有介较无闲吼，啊，主要有鸟食，即树葡萄，唔是鸟爱食，唔是人爱食呢，鸟也爱食，鸟雀也嘛爱食。哦，啊，有一介鸟食不完呢，啊，下了真久，寒天伊袂落个哦，你若开春。三四月慢的过，伊熟了会落落。啊，但来即阵吼，伊个像迄个人个葡萄，阵伫个树啊顶，阵看看萎缩，阵大半大个安尼，酒醉安尼。好，迄帮个食真正天然的葡萄酒，有够好食。嘿，啊，所以吼，有一天我咧困中昼，啊，白头翁上爱食，食我舒服啦。啊，迄只白头翁安怎讲呢？一般人听个拢讲巧克力、巧克力、巧克力啊，伊、哦、讲巧克力嘛哈。但是迄天伊讲台语呢，伊讲巧克力，伊底下吃一整天呐、啊，巧克力、巨克力、巧克力、巨克力，啊，伊讲吃整天呐，醉一整天呐、啊，因为那个有葡萄酒味啊。哎，啊，另外一只讲伊也要生存，伊讲伊食几粒，就拢食一粒，伊讲食六粒，哎。哦，我去噶，我呢种噶要死，哎种，从这要种七平才会生。我以为头部头部在落个里生，一直生起来哈，这头部嘛就生啊哈。啊，这我为电源阁翕倒落去哈，哎，为头部生到尾流，哦，足可爱。啊，这老长一年生七摆，哦，开春生四摆，中秋节以后。过年前会阁生他三摆吼，这是愈老愈好生吼。哦，啊，这伊个第三代啊，哦，头拄啊，迄阿嬷，好，哦，啊，这本来咱生足济嘛吼，啊，奇怪讲啊，遮个拢无伊，啥物人甲我偷办哩？我奇怪呢，啊，我着注意啊。我本来我有饲迄个101中国迄。一点一点乌黑啊，白底黑斑呢，吼、
啊，我拢要甲饲狗了，我拢甲放互伊走走，放在就，啊，我圈饲了，只伊出来两三分钟就倒来。哎，即马来拢较久，我落甲跟踪。哦，原来拢伊只伊。然后这个高度吼，我迄只那足大只，头家个吼，拢不要包伊。好来。Hello， 不听话呢。好，这凶手，这个凶手，哎，高不啊？啊，姐姐哈，你嘛怀孕？有人讲吼，这是咪食素葡萄？一点一点。唔知道。啊，本来吼，有一只流浪狗的狗仔囝，只只，规只拢白的。啊，无妈妈，啊，我甲掠倒来饲啊。吼，这只做歹就要甲咬你啦。我唔对呢，啊！恁拢哥哥，恁拢同类，你来教。我本来想啊，无共点，我等你买起笔，甲擦落，哦哦哦，甲聊看。哎、欸，恁共过？嗯，看看。哎、欸、呀，啊，贵都无买加加。哎，安尼就知影讲恁共过嘅。哎，我五点五点吼。哎、欸，结果这只仙龟仔你睇无？搞食舒服啦。仙龟仔好你了。唔啦。不要我生十六只，生到我算无啊！我摕一个脸盆，像脸盆安尼，甲掠来算一只、两只、三只，啊！怎啊？为这盆个我加倒转去，啊！我安尼算半点钟算袂好，算无唔知要几只吼、哦，到尾啊，趁伊咧困的时，甲头算哦，生十六只，哦，这全世界破纪录啊！在一台，这印度哈，在一台，我来啊来看，啊这有只树葡萄无？我唔知啊，看麦，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只，好十只，先十只，嘛先十台啦，讲惯只才讲十只，嘿，好，啊所以哪有不孕症的哈？树葡萄试看卖，吼、哦！啊，莫食伤济哦，无你一届生那真只济吼，你莫叫我甲你斗过吼，吼、哦哦哦，好，好。哦，啊对，高沙族吼、哦，咱比如顶讲个，生一个一百万咯、哦、吼，啊安尼即千一百万呢，这样是1100万了呢。我现在树葡萄要洗手了哦，吼、哦，准备涨价。OK， 好来，啊，平地樱花又叫做三月樱哈，啊，这个每一朵都像兰花，这在我屏东那边哈、哦，我拿做来烟灰，可是樱花在屏东怕热，一般很多植物是要越冬，好、哦，太冷会死掉，但是这个樱花怕热，太热会死掉，所以在屏东要越夏困难，好、哦，啊，但是这个就可以了。我去采那个田尾买那个樱花回来种，哦，第一年都开得还不错，第二年开剩下二分之一，第三年开剩下四分之一，差不多第四年就死掉了。啊，这边哦，我已经种八年啊，开愈开愈大棵，愈开愈水，哦，越开越美丽，好，来，好，啊这，那个《自由时报》跟《民众日报》有搞采访，啊，这个就种错品种都变，一会开。95%拢叶啊，5%灰，看不同科是不同品种哈，这所以品种很重要哈，不要贪便宜买错品种，就种出来种起来就变这样子哈。OK， 好，哎啊，《自由时报》刊登以后哈，就有人去我那边参观，找很久才找到哈，因为报纸不能报的电话跟住址，结果。他们看到哇，好漂亮，然后就开始骂我，哇，你们很难找啊！我上个礼拜去阿里山看樱花都没有你开这么漂亮，又冷得要死，光个被死，都不亏你这加税哈。所以也别拜了哈。啊，这个花期又长，花期大概50天啊，花开后就开始长叶子，大概一个月以后就这么茂密。就可以遮阴啊！那时候天气又开始热了，就可以在树下乘凉了哈、哦。所以这个
春天可以看花，夏天可以遮阴，哈，啊，这就是也很快的跑过去，哈，好，啊，这就是较老长的，哈，这开了袂歹了，哈，好，啊，这是国外范例，这个可能种三十年大概有，开的非常壮观，哦，让我假以时日，各花八年，可能完了被它开个才水安了，哈 ，OK。来介绍一个黄金果，这新金果树了哈。这因为它的皮是黄色的，而且是亮面的金金哈，所以阳光久了也发亮。啊，好一个名，好这黄金果真好听哈。啊，这做个生哦，伊这人的妈妈，差不多上电话条价高，三四年前我通的，迄一年差不多生2500棵这些，所以。很丰，做个生，弄生个倒掉位，你看一切枝干弄垂了，都是往下垂，因为生的太多了哈。而且它的那个表皮，你可以用圆珠笔上面写字，大概两分钟以后氧化，那个字就浮现了。好，啊，还蛮好吃的哦，因为阮爸爸，我大概五当钱，唔啦，拿六当钱，我七多只。啊！伊内底像布丁一样软软的，我爸爸都阿无吹气，所以甲我讲，伊活到80岁啊，唔捌食遮好只水果。那这个可以跟树葡萄包装起来，送给男朋友和女朋友当礼物哈。啊，这大粒种的，这一粒一斤，啊，头拄仔差不多三粒一斤，哈，啊，但是这个风味较无遐好，这食起来烂烂，较无芳气。我最爱介绍这个水果红龙果，全世界上好种的水果叫做红龙果，因为它很耐旱，哦，伊也在讲是沙漠植物安尼哈，啊，够高生，一年生，伫屏东，阮屏东啊，一年生十摆，刚好水果一年生十摆，拄啊这，你看山啊，一年一摆，莲藕一年一摆，奶金一年一摆，对不对？啊。这个我朋友种的所在，伊拢甲草啊拢除去了了，啊，我是用草生栽培，哈，我这边的我都靠草涂甲发草，哦，其实红龙果哈，伊的根伊是做滴气根哦，虚根，你若有保持差不多半条的草啊宽度，日头晒袂到根，伊的根拢伫表面咧走，涂甲边拢白根咧走。啊，所以你肥料轻轻啊压，伊就接着啊。所以食肥的效率足好诶，哈、哦。啊，那么红龙果，你若要爱好食，要早生就对哈、哦。开春就要开始冻水，那么三月份冻水冻到差不多四月份，你就开始花苞就来啊，哈、哦。那么花苞来以后，你就爱正常供水，但是也是不要过量，过量的水果拢较怕。会较大粒，但是烂烂，吼、哦，好，啊，伊这个花吼，会当甲切落来当做蔬菜，你剁个幼幼，啊，煮鸡蛋汤，煮连看见，因为有足丰富的植物性胶质，啊、哦，啊，这看昙花一现，赶快，伊拢暗时啊开，八点开始开，到明仔载八点开始下，好、哦，好，啊，这个。这另外一个品种叫做无刺的红莲果，你甲看，一般伊只落的所在拢有刺啦，啊，即个无刺哈，啊，即就是一般的都市人啦，种这较袂去挽的时候插着，啊，无去刺下下吼，你若袂晓挽，手寸伊就插着啊，哈，啊，即你甲看，后花苞、后青果、后成熟的果实，拢15天一届哦，即个挽掉，两礼拜后，即青果换红的，会当搁挽啊。啊，所以足好个水果，啊，因为我拢无咧吹啊，所以鸟鼠也爱食，鸟也爱食，啊，即落雷瓜娘也爱食，吼，即表皮要瓜娘食，即都瓜娘食，吼，啊，即表皮啥，我无拢有嘛，啊，无瓜娘他要食，嗯 ，OK， 哦，即食足严重，啊，我个果实足好食，吼，啊，所以。我供不应求，所以若买到买我的红龙果，就拢爱伫阮太太的店登记。好，你若甲我登记100斤，啊，我看因为红龙果是栽栽摆，即个若生1000斤，
后盖就生六百斤、一千斤、六百一大一小呢。啊，你若拄啊迄个蟹胚，你甲订一包，我可能会当互你五十斤俩，吼、哦，所以爱订起。啊，但是我大蟹了拢南南做盖，安尼卖着对吧？四斤，五斤两百，啊，结果有一个人哦，甲我嫌讲我的歌歹看。阮太太咧甲我反映，我讲好，啊，你甲讲，你要讲吼，我潘良华，我会种一撮，拢有厝以外，迄种作祟的，迄撮要当雕工要留好食。你嘛甲讲了，唔唔唔唔唔，就安尼得。其实咱是要食内容物，咱唔是要食外观。农药用作多，就是咱台湾人家己消费者造成的。因为咱爱食外观水的，所以农民就拢厝要厝作当，像迄蔬菜，阮。南部遮就有一个笑话咧讲，吼、哦，台北人身体有够用诶呢。我爷我甲厝甲当伊嘛食诶，啊，家己要食留一个，即家己食无厝药啊，吼、哦。所以咱来改变讲，哦，小白菜都爱无虫蛀诶。你若有食有虫食过，迄是咱上好检验农药检验师啦，吼、哦。来这里挂了。啊，虫嘛是农药检验师，那刚家己食诶表示迄个较无毒，吼、哦。啊，咱都爱敬伊吼。所以后盖咱买菜爱经个破工破工的吼，好，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啊，希望大家今仔较辛苦者吼，啊，忍耐点咪会报得别结论吼，啊，咱大家做下来为民政府拍拼，啊，大家等于新台湾论，甲迄本红色的这台美关系关键报告，我建议恁来买，迄本台美关系关键报告较浅，较好读，啊，差不多。三五天就可以看完，基本的基礎打好，你再去看新台灣，你就多做好看，好，啊，咱大家做好拍拼，感謝各位，謝謝，請起立，起立，休息10分鐘。